感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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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
呀哟！你讲台湾啊，咱台湾人的心情，起码一种华丽啊，对不对？这种是马英九的疫苗啦，叫马英九疫苗，马英九的疫苗啦，佮抢落去啊！真的华丽的，哇哇哇哇！讲了这代志哦，无讲无去啊，讲哦，几百多位啦吼。啊，代志的所有乡亲时段吼，你有啥物问题，尽量来甲问，我就甲你解答。好，来来，有人要问问题，来就来呀。来来，像迄个，敢那一定去中国，人家下水咧。哎呀，红啊！哎，你讲，我伫新闻顶看到吼，张志军是一路飞去，就落台去甲恁阿姨下水咧。啊，我有听讲无啊？你听讲无？我嘛听拢无，莫讲你听拢无啦，对不对？小姚，你听有无？听无，你若听无，伊来时阵我拢无伫个，你拢无伫个啦，袂瘾甲看着着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张志军啦，你来到台湾落飞机讲台语，哎，台语若袂认得，你来问啥物人？问我嘛，我阿红啊咧，台湾人啦，讲白啦，语内底，我若讲第二名，无人讲伊是第一名咧。啊，你问我，哈，阿西乌白讲，啊，大家拢听拢无。你若是来到台湾哦，多好赞助哦，阿婆你地带安分啦。所以啥物是阿婆地带安分？就是卖铺假铺的意思啦。哦，假敖我知啦。啊，当尾啊，你假敖啦吼，啊你到有每一个所在，人拢一大堆哦，敢若在蒙阿婆在放炮啊。蒙阿婆，蒙阿婆全死人啊。哦，吵死人啊！你唔想甲吵死人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啊这么简单的台语，我甲你讲一句，你敢袂晓？袂晓，你啊简单啦，哈，要学台语哦，你咪先请教我问一下对人，啊问我阿红啊，对不对？教你两句啊就好啊，对不对？啊来。像我有来上台湾味的咧，咱这声呀，我跳一下舞，给你批判一下，来吹了。哎呦哇！你听个破声，咱吹一下，来，咱吹一下啦，这下你听到啦哦。哦，快叫他领进了，以后嘛，赶紧做回去哦。来，多谢多谢，给我们先来赶紧请教一下，来，你讲，哎，来来来，挂目镜，来你，嘿，小妖，等一下要不要跟我去看电影？看电影，看什么电影？变形金刚。管啊！黑魔女。管。不然那个痞子遇到爱。啊，痞子遇到鬼嘞，痞子遇到爱。这动作我是啊，我这是 KTV 哦，我在讲抬杠。来，你别着急。等我。无啦，起码得做生意啦，咱师傅别讲，哎，你刚刚刚逛起，刚逛起。再不接，来来，不接，来来找我一下，来你问一下问题，来你讲，来。阿红啊，这次来竟然去了高雄，跟阿菊姐见面呢。跟阿菊姐见面，她要紧啦，那阿菊姐就心肝底有一支笑啦，对不对？人伊这好真诚，有尊重的啦，嘿，无要紧啦。但是叫陈志军啦，哈，你讲你要来台湾啦，是要了解一下台湾人啊，一般的咱生活是啥物款的规矩？你若要了解咱台湾人基层的迄款生活的啥物环境，你若问我阿红啊，才对。你若来找我，我昨天带你来去，找对啊，来去吃海山达。海山达见面就甲坐落了，迄边就甲开落菜馆嘞，猪头皮啦、干莲啦、猪肝啦，切切嘞。啊，这边哪里爱画群嘛？来个台湾才画台湾群的啦。比如讲，来莎莎中来啊，丹丹啊，你这样画群哦。无呢，我刚是捡到石头。哦，无怪我大概拢是，对不对？啊，你看，咱来吃，来吃海产，或者台湾菜，你才会当了解，就咱台湾老百姓过年相关的年纪。啊，你有了解无啦？你若有了解，你若要来台湾，卖去有诶是无，可能搁出国诶所在，你来找我阿红啊，绝对让你知影台湾人过啥物款的年纪啦。好啦，再来，互咱上有这台湾味的台妹，好啦，来跳一下上可爱钢管舞来跳。小姚，哦，你看跳得有够好，哦，越来越进步啊！哈，为了要感谢咱小姚啊，大家希望伊拉更加敢做牛排油啊！哈，今日阿红刮舞团更加，哈，后回继续收看阿红刮舞团，谢谢，拜拜。